在台南新市新港等边仔的提糖港，周边有700多丛的油地价，现在也拄啊好是开花季节，因此新市区公所将要伫3月16日举办减碳建造活动，以及天狗的封地设施大会，让大家会当一边走路一边欣赏沿路美丽油地价。每年2月中旬到3月底，伫台南新市新港等边仔的提糖港，周边有700多丛的羊蹄甲。刚好是开花季节，因此新市区公所将要伫3月16日举办花县提糖港羊蹄甲减碳建造以及天狗类封地实施大会。新市区长谭乃成表示，现在羊蹄甲是开满了粉红色花蕊，大家当一边建造一边欣赏沿路羊蹄甲甲繁华美丽风景。你行一连差不多半点钟啦吼，啊，无到2公里啦吼。啊啦，体力呐，像我安尼无介好啦吼，安尼起来台一顶吼，哇，一片片安尼红拍嘛，粉红粉红安足水，啊，不输吼人家那个樱花的美景啊吼，也不用跑到山里面啊，或者是那个大山大海的，我们在就在市区，啊新市区的南科旁边，接近那个树谷这中间这里，啊有山有不有水吼，有花。非常的美丽啊，也有下面也有画展，可以大家来参观哈、哦、啊，上面有神庙宇可以拜拜，然后来祈求健康平安啊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赏花哈、哦、啊，在我们3月16也有办理一个健走，还有做那个登革热试施哈、哦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新市区公所表示，借春暖花开的时阵，和大家当来新港等提糖港。来遮观赏羊蹄甲花影甲建造活动，并且沿路阁有闯关游戏，以及天狗类封地宣导。只要有报名参加的民众，活动当日有送纪念帽啊、毛巾、矿泉水、闯关兑换券。欢迎大家伫3月16日透早7点来到新市新港等消费建造活化身体。记者萧建伟新市区采访报道。